不要钱吗？一天不挣钱就知道花钱。我不挣钱，难道家里这一切都是你做的吗？有点忙，孩子有点不舒服，你早点回来，开车带他去看看吧。行了，知道了，一会儿还得开会呢，别打电话过来了啊。老公，媳妇儿，我前女友约吃饭，你把自己打扮一下，别让我前女友觉得我选错人了啊。前女友？又是前女友？行行吧，放心吧，一定不会给你丢面子的。老婆，一会儿有个兄弟来家里，还带着媳妇儿，你赶紧去买点菜。哦，好的。他们来了以后，你就说你是我请的保姆。为什么呀？我兄弟家媳妇儿长得多漂亮啊，你看看你。我变成这样还不是取决于你啊？行了，我打扮打扮，先去买菜。